呃刚过这个五一节之后，哎，说这个微博话题在网上阅读量九点一个亿，九点一个亿，他们聊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有一位女士，历年来在淘宝买了九百零四件那个衣物，对吧？然后呢，呃，最近呢，在五一节之前买了十八件买完之后，因为淘宝人家服务有一个说七天之内无理由退货，可以无理由退货。好，七天之内啪退货，哎。 应该是符符合章程的哈，但是后来这个店主呢觉得挺冤，又加了他的微信还是怎么着？然后一看他那个朋友圈，发现呢五一节呢他跟他这个小小姐妹们出去玩啊，穿着这个衣服有照相，哎说 <laughs> 哎你穿了，嗯好这就。 呃，弄起纠纷来了。网上好多人还骂这个女的，说你没见过这么鸡贼的哈。你怎么知道我没剪吊牌呢？哎，但是这女的说，难道不能试穿吗？难道不能试穿吗？我试穿才知道不合适啊，对吧？我过去买那么多，我也没有退啊，对吧？反正就是，但是我就发现这个计中计啊，就是，好，这个事儿闹起来了吧？另一个开淘宝店的，自己还设计衣服的一女的，本来挺同情这个店主的，说这是义愤填膺。经常碰见这种客人哈，就是无理由退货。我点进去看看。 他一看，哎，这个裙子怎么是我设计的？<laughs> 又涉及到一个那个店啊，那个款式，他投诉说抄袭哦，他的设计。我、哦啊哦、你说这事儿热闹吗？啊、嗯，那这事情结果怎么样？后期还是没，还是可以退货嘛？呃，就在争争啊，就在争啊。有些这个网友就在说了，就是说你这个呃恶意的这种，嗯、他们往往选择就是你要是恶意的，就给你拉黑了。 可是你知道现在有的女的，哎，我发现她还有有一个顾客就说呀，说我们公司有个小女孩，她甚至是这样，我买了七天穿七天，退回去吧，然后你给我拉黑了吧，拉黑了我借义军的账号。 嗯，又买到最后搞得他们办公司账号都给拉黑了，嗯、谁都不肯借给他。这种事情，凡是只要有退这种无理由退货的地方，都一定会发生，<对>不只是中国。比如说，我很记得我我九零年代头的时候，我不是还在美国有一小段时间吗？呃，你知道美国的中学女生啊，中学生男女，他们快毕业前有个舞会嘛，叫 Prom。嗯。 那么那个 prom 那个舞会那天呢，就一平常就 T 恤牛仔裤的学生们呢，会穿得特别隆重，特别漂亮。尤其女孩子要选一套见得了场面的那种正式一点的服装。然后那套服装呢，他们要去买的话，你想想看，就等于你几年里面你就穿这一回，你不用去买，所以他们怎么办？我看到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去百货公司买，买了之后穿了回去再退货，因为美国是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无理由退货的嘛。而我就。 打听了一下那些百货公司怎么面对这个情况，他们说，他们都知道那段期间凡是来的这些小女孩一定都是这么干的，九成会这么干。但你能怎么样呢？你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算的就是说，如果你公司整体政策是这样的话，你不能有任何例外跟改变，或者时间性的改变，或者对象性的改变，要不然你还会被告歧视，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连拉黑都不行的。 那所以只好公司的做法是什么把每年这一段期间的这种事件当成是例行的损失，哦，那他他掉，他背后有另外的计算的哈，就是因为这这种事啊，我们在美国六七年干不小，坦白讲，哦，干不小，当留学生，你这个看着就挺新的，哎，讲对，明天就对是吧？哎，我们那年代，我买最多是什么呢？我留学生嘛，买电器用品。 比方说那时候后没有那么多的方便的扫描器哈，我们要买那扫描器啦一些东西啊，买啊，就自己回家 scan scanner scan 完扫完了，就两三天三天，还有呃那种电子用品做最多的，他们完全当然你就合法嘛，我们还好像还十天之内还是两个礼拜之内可以退哈，后来知道说他们的计算是什么呢？因为这是行规以后呢。 就是你不这样做的话，一般他就觉得说你一定是自己心亏，你的商品有问题，所以你卖了就算。假如你是好的，你怕我们呃，不怕我们退嘛？所以呢，假如你不这样做呢，第一个你的商誉受到损失<是>啊，<对>呃，形象不好啊、呃，形象不好，生意就不好嘛啊。那第二点更大的考虑是什么呢？就像做保险业。 保险业的计算是所有人去计算的，嗯，对啊，他可能用着一万个顾客，十万个顾客这样算，所以我一定能够赚回来。所以他们的计算是这样，为什么呢？你来买的东西，我也试过啊，买了的时候准备用了七天就退，可是我七天后忘了，到我第八天才想起的、啊，<laughs> 到最后啊，我咋熟练了就我还好有你这种客人、啊我，我本来不买的、啊、结果我就买了啊。 另外是什么呢？我也本来没买的，买了用了，觉得真真的是好，好对，真的是适合，那我能够负担的分期付款，我就买的。所以它整个是完全统计学面行得通的。但这个你说统计学就会有另一种统计学了。 那就有的那个女网友买了一条裙子，就发现哎，穿上之后一掏兜里一发卡，嗯、<laughs> 一掏兜里还有几分钱，嗯、这就存回去、啊。然后就闹那边店家跟她说什么：“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laughs> <laughs> 太机智了吧 <laughs> 这个客服！<laughs> 这都是新闻啊。但是问题是，淘宝的模式呢，跟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美国式那种百货是不一样，<对>或者传统就因为它不像。 他们通常这种店啊，比如说小规模开店，他做不到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是一个小店，对不对？然后我如果被人这么坑一单，我就已经很亏了，我没办法把这个损失给吸纳进去，转移到别的地方。但你说在淘宝买东西，我最近还听说过另一件事的。哦，有一个呃，还蛮有名的一个大学开了一个系，叫视觉传达系，搞视觉设计。 要有这么一个孩子呢，拿着他的一个毕业作品，在学校里面评的很优秀，然后因此还保送进了清华美院的，呃，去读设计，去去读研了。然后他还说他做什么？他做那种模型，那种像呃奇幻电影、奇幻动画里面那种怪兽啊什么那样的模型，做的很细致，很漂亮。 然后最后被人揭发，这个模型他在淘宝买的，<laughs> 然后就拿这个进清华了。所以淘宝出艺术啊，是是啊出艺术，出艺术。这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对，没错。写我那伟大的小说的时候啊，嗯、谈到黑社会这个那个，我需要买个关公嘛，我要把那个关公像放 <laughs> 前面。淘宝买这个在淘宝买关公。哎，这个我倒是挑过了，真的我喜欢的东西，我挑过一家，嗯，还说卖文物的。 然后呢，银色的，很漂亮的，那、啊、么写,写写着说是呃民国时候的老东西，这样买哈、啊，我还记得九百八十多人民币吧，哈、啊，买了，结果寄来你们猜到吗就是后来我去上海、广州、深圳所有地方路边摊八十五元的就有的那个东西哈、啊，原来它就本来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材料哈。啊 他就又涂了一层银色哈，银色的东西，所以我的关公哈就放在我桌上，没 <laughs> 几下我摸一摸摸一摸，怎么那个胡子本来是银色的变成金色？可是我前一个月也是写第二个小说比较累，那又忍不住又买了。这次需要张飞了是吗？嗯，这次我买对了，我告诉你，我花了八十八元加入了淘宝，找了一个东西，加入了夸夸群。 夸夸<呦>夸我，你知道吗？让每天传了十五个讯息来夸我，你知道什么叫夸夸群吗？我加入这个服务，他们有一个群队，每天就会传，比方说我八十八块，他每天就传十五个讯息，不同的人来夸我。马博士，你比文涛帅，啊、有这样？<laughs> 对有夸夸群啊，你不知道？对啊，很流行的。马博士，你放心。哦 君君，小君君是爱你的，很好玩的。你要先说我希望什么，人家称我文笔好。那人家为什么要夸你呢？他付钱了嘛？收了钱了？服务啊！问题这种，要这服务啊、你还用付钱去买这些东西？啊呀呀呀！那你可以不花钱，那多少人排队想夸你、啊？不行，我不是说我，你看我这我免费夸你这么多年，<laughs> 你一分钱还没给，还跟我要钱？<laughs> <laughs> 那那个对对，那个哎，人家每天十五啊，十五个讯息啊。 那里你,你想象不到我，我本来刚开始学学还是好玩，学的好玩啊，夸夸群啊，互相夸了，有免费的夸夸群，可是免费的东西不一定不好嘛，不准确嘛。我付了钱，我说一定要夸我什么身体所有器官哈，他们又夸夸了半天，<laughs> 然后呢，完全满足了我。那每天十五个之后啊，我真的那个那个承受感高很多，小说写得特别快。哎。嗯哦 我跟你说，他讲的还真不是不是玩笑，就是说啊，这个买东西啊是感性的力量。你现在越来越发现了吗哎，就是说，哎，有时候我真觉得多么大的这个产业，人们不相信科学啊。好多我不具体讲了，就是女性同胞们用的很多东西，哎，那个都发新闻了。比如说某种东西就能年轻，某种东西，那不就是骗子吗？那不就是骗子吗？那不就就就就就就就到就国家都说了，不叫骗子，叫故事。 哎，嗯嗯、他想到的是结果、嗯嗯、啊！我漂亮了，我漂亮了哦、啊，那是模特漂亮了，那不是你变年轻了。基本原理就是让你觉得你能跟那个一样。啊啊、<错>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你骗不了我的，我是理性的嘛。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我你买的东西也挺贵的？就是贵物、啊、有所值啊！我,我要不要再植入一个？<laughs> 不是，我就我觉得这个就感性的这个这个力量，人真是容易呃自欺欺人的。 自欺欺人的，就是你比如说网上卖的很多，我就觉得哎呀，要叫我说，虽然我没有看完，就是最后一集全游，但是不是有一句话就流传很广嘛？说什么？他有一句台词叫做“呃，世界上最具有号召力的事情，莫过于一个好的故事嘛。”是的。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加了一句，我现在发现不是很多人打电玩嘛，嗯、就是一个更有号召力的故事是，你还能加入这个故事。嗯嗯，其实你广告也一样，你不但听了一个好故事能变成这样、嗯、那样，而且你能加入它。 你知道，就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最近他们都在说那个有个叫李佳琦的那个小男孩，你知道吗？就带货卖口红，火到爆啊！就是说，呃，就是，所以为什么呃广告的形式在改变？现在比如说像赞助这个呃一个就是那种硬广告啊，呃都在解构。要叫我看<是>现在的这个广告，你比如说有人说说，比如说口红，我过去找个大明星。 花多少钱让他做个广告？可我现在同样的这个钱，甚至远远不够的这么多钱，我一下分发给这么多美妆博主，他是实实在在,在的一下就给你卖一万多，一下卖卖就是。而且我想，为什么他们都要买呢？后来我看了看啊，就是这小哥他这套啊。 我很早年之前在台湾电视上经常见这种语气，嗯、就说啊、oh、，My God，、嗯、是吗？嗯、什么小助理披头散发要抢到最后五十份，嗯、哇，这么便宜啊？什么什么、啊、还还还有个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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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啊，王子才能配得上的这个这个这个颜色，哎，它有很多语词哦，因为词语能在你脑脑电波产生一种一种东西的，哎，这都<的>这都形成一种呃要要不说是一种雅文化吗？ 网上你看，前一阵儿都传出来一个一个小孩儿就模仿这一套，你给你可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如果李佳琦去卖文具，everybody，这支尺子真正的国货之光，全球每天卖出一千六百万只，手感非常顺。 Oh my god！太顺滑了吧！我的天呐！而且搭配这样一支橡皮的话，这两个色号给你们放在一起看一下，一个也是绿，一个是雪白，真的是绝配，真是好看到爆！而且同等价位里最适合小学生。挺好听的。我我买过的另另一个就是唇膏是，呃，其实它比如它有四十个颜色。 每一个颜色他用了一个男明星的名字，就是说，如果你得不到那个男明星，<laughs> 你至少可以用他的名字每天去 kiss 你。<laughs> 我不告诉你我买了哪一支。我的天，真的有这样？我有，我有一天问我们那个化化妆师，我说那为什么就这样就卖的特别好啊？他说啊，他说你看，就是关键是这个口红啊，口红一般也不贵。 对，而且口红呢，你能买多失败呢？对，所以才说他说，倒不也不是说买的人是被他怎么忽悠，嗯、就是你看他说成这样，哇，这这这这就是两百块钱啊，那我买，反正我也要买口红。他说，而且呢，口红不像别的，没有技术难度。 它不像别的化妆，对吧？对口红，任何人只要自己一擦，哎，马上对你整个面色改善非常大。你又在做广告呗，哎，我又植入了。据说经济不好，口红就卖得好。是没错。我要当窦家琪，行吗？我要当窦家琪，比主持节目挣钱多了<对>啊！所以你知道，我有一次在杭州做活动啊，参加一个事情，嗯、然后那天呢，在同样的一个活动场地，那是一个杭州的呃国展馆，呃呃呃呃，它的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 然后旁边呢，他们举办一个非常盛大活动，比我去那个活动要盛大太多了。一进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进那个我们坐那个车子一进去，就看到旁边一群的女孩子站在门外。然后我一看，我就说：“哎呦，你看这些是网红。”然后跟我一起的说、哎：“你怎么知道是网红？这不这一看就知道这是网红脸吗？这一群都是网红嘛。红”然后呢，跟着呢再走进去就看到这巨大的海报，那个海报呢。 啊、呃，就是几个网红站在占据海报中央，然后每个人都这么叉着腰，然后呢跟着下面呢写一个字眼，那个字那那句话我觉得太印象太深了，请看我的小蛮腰，<laughs> 然后呢跟着呢再再下面一句话，这是我们的时代，然后呢我就惊呆了说，说好,好吧，这就是你们的时代，然后上去就全都这样的。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呢是什么活动，然后那个会呢，就是把他们全国的这些带货网红召集起来办大会，然后呢是个呃誓师大会，是个振作人心、奋发人心、鼓励士气的大会，把他们头五十名就是卖东西最强悍的召上来，这是他们的时代，他们来讲他们的经验，就 <laughs> 很惊人啊，就一个这样的网红一年带货带到几亿的哦。 就带到几亿的都是这种级别的，所以你说干嘛要给钱赞助什么广告什么呢？就直接给他们不就得了？你,你说这真是，就是说呃，前两天也是有个经纪人、呃、带网红的，跟我讲他都蔚为奇观。你知道就是那种我我说这个网红不是带货的，就是网上做直播，网上做不是有这种网红那个直播平台有打赏的吗？嗯 然后呢，他跟我讲，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了解这个行业啊。他说，实际上那些打赏的钱，并不是全给网红，这个平台方，平台方要控制这些，也不叫控制了，平台方要服务这些个打赏的人。比如说每年，他说这些人每年办一个活动，他说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他说你能想到吗？就一年打赏上千万。 就是看着这个网红直播打赏上千万，然后呢，这个平台啊，叫组织这些个打赏上千万的人来搞活动，给他们最尊贵的待遇。整个会场一个大圆桌，就他们坐在中间，那个服务就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好，他说那个平台还还还还还还还炒了个人，就是这么一小助理吧，有一个打赏的这个富家公子吧，大概是，呃呃，早来了一天。 你说这种金主早来了一天，你肯定就给人开房嘛。嗯、结果这个就教条了，嗯、说哎呀，你早来了一天，我们这儿这个房间都没怎怎么着。那、哎、那人那少爷一生气走了。结果这家伙他这个上司一听，嗯、<laughs> 你把他放走了，他上司亲自坐飞机到人家那个人那儿赔礼道歉，嗯、然后哎，请你一定要来我们这儿。 什么什么头等舱啊，什么什么六星级酒店的，这是澳门赌场接待这个花钱最多的那种贵宾赌客的招。对，嗯、我我觉得很真是。我我觉得你愿意吗？就是，哎，你哪怕再有钱、啊，就一个一千万，当然他可能不不不是打给同一个的啊，就也许他一年下来花在这上的钱几千万。那、嗯、我现在觉得这没什么坏事的，各取所需嘛，哈。 你喜欢看什么？要不要打响你的性格、你的能力？哈，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非常 target、非常针对性的目标性的提供那个服务。像以前的广告方法，比方说找一个好像明星偶像，然后他扩散出去，他卖东西。哈，他跟你不一定是点对点的。 他不一定很多方面，特别在主要方面啊，不一定跟你是有同样的需要的、同样的心理的。可是现在有了这网络平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会被看见。我们看看、那个，这算叫 P to P 吗？对，我不晓得。点对点吗？你你你看那个小孩李佳琦的，嗯，我就想很对啊。假如你卖一些小孩的用品，不管是文具还是食品。 我当然我是小孩，我当然就是相信小孩啊。啊、嗯呃，同样的需要，同样的角度，所以呢，我觉得说，假如你刚说什么网红大会这个那个，而且还坐飞机去追回这个顾客，我觉得这样才好了。应该把这种精神呢、啊，点对点网红卖口红的对卖口红，因为我也是使用口红的人。 上香港有一个不是卖车卖呃汽油的广告哈，我就蛮心想拉一句 slogan 的。他讲了一堆啊，对于车的什么加什么油什么好哈、啊，然后呢最后一句说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也开车。OK，对我开车的人嘛，你也开车，所以我懂哈、啊。那所以我说我看到这种服务态度啊，假如能够把它扩散出来，用在餐饮业啊。 用在各种的特别服务行业也好，商品行业也好，这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而不是老实开个店或者说卖个货，你院子上吊来就来不来不来，啊、呃，我觉得用这种那个网红产业这种服务态度才是对的。不过我我倒觉得像这些网红啊，他们我们不要不要轻易羡慕，就觉得哎呀，动不动就赚那么多，那么受欢迎，号召力那么大，呃，他们的。 生涯寿命其实是相对是短的，对,对,对更新非常快、嗯，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些网红他必须要非常短的时间内累积到大量的粉丝，因为这个东西这些粉丝变心太快了，<laughs> 真的是粉丝变心，真的是 <laughs> 去年还给我一千万，<laughs> 今年只给一千，<laughs> 对，真的是会这样，所以网红的淘汰率非常高，包括带货网红也一直都是个迷思啊。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国内，比如说国外也有啊，YouTube 上面有很多 YouTube，他们那个。 替换率非常高，他们如果真的要卖东西或者什么的话，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一阵子我记得很多人讲，呃，举个例子，时装最明显了，呃，每年不是有很多时装周吗？比如说巴黎、米兰什么伦敦的，那时装周在曾经是要请一些有价值、有地位的大的媒体的老总去看嘛，比如说什么时尚杂志啊、Vogue 啊这些，不是这些女魔头嘛，穿 Prada 的恶魔。 然后就去了，然后众星拱月的拱着他来看这个时装，就等着他回去，嗯，写几句好话。那后来呢？大家发现，我干脆直接找这些，呃，KOL，这些网红，请他们来，他们那个力量更大。但是你会发现，后来出现一个规律，就年年去的人都不一样，这批人，而那些女魔头呢，就这么多年都还在这。而且你说这个啊，我有一个，我我想请你们评一评啊，就是说是，我觉得是我不好吧。 就是比如说这些带货的，呃，包括就像说李佳琦的这种 “my god” 这种语气啊，呃，我最后发现呢，是因为我呀，人生观灰暗。哦，没别别，我绝对就是这样卖东西的，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买的。但是我必须说，这一定是我的一个偏见。我这个偏见导源于什么呢？就是那个。 我我个这个这个狂喊乱叫的高喉咙大嗓门的，呃，在一个购物平台上这样的，当然我肯定是错的，但是就这种偏见妨碍我，你反而你好好跟我好好说话，你反而这种这个就是表演这么夸张的哈，这反而让我呀生出了这个偏见，就是我绝对不会在这儿买东西。 这叫必有一款适合你嘛，它不是你那一款，肯定还有人是适适合你能给你植入好多，能给你推销的。没错，你那个买衣服的店员我认识，每次<是>跟我说完、嗯、我也买一堆没想要的东西，嗯、肯定有的。而且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看，呃，他的卖的东西的价位跟他针对的对象。你刚才这么讲，可见你的生活特别高级。没有没有没有，没 <laughs> 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会这么喊的，他就是卖个橡皮擦，卖个尺。 <你>真不是，不不不，我跟你说，你把这带货的想低了。我知道，现在他还带世界名牌啊，我知道，是很多大品牌的口红、是是是是化妆品。对，对，这个<是>有的非常贵但。但是呢，他绝通常很少见到他们卖几十万的表。 用很夸张的方法来卖，你不能因为你的表代言就开始聊这事，又植入，又植入，比较植入代来，然后呢？你看我就看你想 A P P 就从来不植入，是讲品格的品牌。我没东西给你植入，有点有点输了。我给你植入半天了，你还想怎么？我一讲名次他减掉。哎，对你最近是不是拍纪录片？我在这儿给你们移植器官啊！我说回来，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像这种，因为还有另一种反向广告的操作。 反向广告是什么呢？就你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李佳琦是的非常夸张的这样的带货，但是也有一种广告啊，他那个广告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广告，或者拒绝客人的广告，它针对的是另一种课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国内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美食博客、旅游博客，常常讲去哪吃、去哪喝，然后大家说哎呦东京，什么什么什么名店。 说一年都排不上队，哦、这个定位多少多少，然后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现在呢，大家要标榜的要去什么呢？就我去了一家店，这家店啊，别说一年订不上位，你根本不可能定位，因为人家只招待熟客，你不是熟客带去的，你进不去。然后呢，跟着说那家店多好多好。那后,后来呢，这种东西多了之后，我发现了日本啊，尤其流行。日本现在呢，以前这种餐馆呢、啊，这我们刚才说的神话级餐厅。 通常是开了几十年的，啊、呃，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被越捧越高。现在不是这么搞了，现在是一来开一家餐厅，第一天开始就不接受定位。你说一第一天不接受定位，那你客人哪来呢？他会这样子，他开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很设计的很好。 把他的菜啊什么的讲的天花乱坠的，然后下面有人说：“对不起，我们不接受定位，我们不公开地址，我们没有电话。”然后大家在想这这店怎么去啊？就越想办法。那后,后来听到一些有办法的人说：“哎呀，尤其难定，然后他就爆满。 这叫反向操作。我知道了，要给你卖东西，给这是对对对这种是给你的特别简单，嗯、<哼>卖给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外面看不见商标，嗯、<哼>看不见 logo。不是，<对>就是就是说啊，我觉得我肯定是错的啊，我肯定是错的。但是呢，就因为呢，这也像个本能，就是所有这个高喉咙、大嗓门的、大喊大叫的，我我的本能的我就觉得不可信，你知道吗？就是这这不管，包括我看电视节目。 其实很多电视节目非常好看的，广大都都特爱看。就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你只能说怪癖啊，我就觉得有理不在声高哎，就是就人一喊，我我马上我就觉得这这这这这就不可信，就怀疑。可是呢，像我这样的人，最近也慢慢悟到了一个道理，呵呵我准备改变我自己哦，你知道吗？ 我就说这个感性的感性的力量啊，你不可忽视。当然，包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当中，你们记不记不得前一阵儿这个呃西安那个奔驰女车主，对，坐在那车<对>车门上那个<对>那个视频，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它火起来有互联网时代的很多原因啊，但是至少原因之一是人家爆了，啊、对吗？就是哎，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这样的一种一种方式，它天然的符合互联网的网性，就人们。 人们会点击，哎，多少次消费者维权，你注意到没有？我不是说人家是这个动机，主观动机，但是我们看客观结果，看客观结果就是就是就是闹闹得凶，闹的动静大，闹的媒体都关注了，嗯，是不是这个问题、呃、似乎就解决起来就就快一些？对他，而且得坐在那个车盖上。 而且她本身，你看有个标签一直叫女研究员嘛，就是你想象中女研、嗯、呃女研究生吧，就是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斯文的形象。嗯、现在好人家给你坐在车盖上，一定是被逼急了还要哭嘛？这样，无路可退了。你看，我经常跟我女儿说，我说不要哭，哭没有用。我但是我觉得她长大以后一定会发现我这句话是错的，你绝对错了，就是你绝对错。哎呦，你的女儿给我教育得了？<laughs> 我跟你说，这要发挥优势。